大垂湾里漂浮着的葫芦形的岛叫做蓬莱岛，当地人赋予它葫芦岛这一爱称，自古有之，表达了人们对它的真爱。白色表面的岩石是岩浆冷却凝固而形成的花岗岩，布满了整个海湾。可以说是这个岛的象征的灯塔，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倒塌了，之后得以重建，现在也依然在守护着船只的安全和渔业的丰收。